本队为了查缉诈骗集团防范少年被害，日前巡线溯源，并查获以彭姓主嫌为首，号称 Toyota 诈欺集团，集团从事车手以及局部手共有六名嫌犯，主嫌利用其中两名休学少年成为制造犯罪断点的工具，经过警方逐一还原证据链以后，一举瓦解该犯罪组织。其中彭姓及林姓主嫌遭声押获准，另一名少年当庭遭到收容。据了解，该名少年家境小康，却盲目崇尚虚荣奢华，试图以高价名牌打造在同侪间的优越地位，自甘沦为诈骗集团领取人头账户包裹的取物手，并将诈骗所得的赃款购置法国百年精品价值新台币44000元的 LV 运动鞋等奢侈品，在被查获时穿着该精品运动鞋引人侧目，最终球鞋所带来的短暂风光终究带不进少年关务所，令人不胜唏嘘。该名少年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被害者的权利，也对自己的未来造成深远的影响。本队呼吁青少年应有正确的价值观，避免沉迷于社群媒体上所见光鲜亮丽而且过度虚荣的表象而误入歧途。